在哪里？我们今天要来 Benelong。Benelong 餐厅呢是在雪梨歌剧院里面，在雪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 Premium Dining Experience。 他这个餐厅的主厨啊叫做 Peter Gilmore， 他也同时有那个 Key Restaurant， 也是另外一间雪梨非常 iconic 的 restaurant。 你知道我住在雪梨35年了，这只是我第三次来而已，今天来庆祝珍妮的生日啦。哎，我顺便来带你来看看现在的 Benelong 是吃什么东西啦。啊，想讲找你来看下，讲啊，夭壽这间遐尼啊贵，啊，你食这是有好啊无好，敢好食啦？对不？你嘛想要知影嘿哦。走吧。I love the view. It's beautiful. I love the view. Beautiful. 我们今天叫的是那个三个 course 的 lunch 这样子，那我们是12点来，大概4点才走。那是一种来的，那种鱼种，应该是。然后这个 man， 我叫的是 three courses， 要吃什么？面要吃什么？我不喜欢吃 slightly pink， 反正 fish 吧，我可能叫 fish。这是什么东西啊？东西看不懂也没什么用、啊。刚开始我是想说，哇塞，里面的 waiter waitress 比客人还多。哎，其实没有，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这里面是满满的。而且包起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我们还要查字典，这个是龙虾的意思。欸，其实我觉得来这里就穿很漂亮照相啊，可是他们好像真正好野人可能都随便穿还是怎样。我跟你说哦，这$18，我感觉这一罐才20块，真正的。欸，你不要看它甜点写这么无聊，什么 Lemington 什么的，我跟你讲，它出来的时候啊，东西啊真的是创意料理，超级好吃，超级美。我们对这一家的服务很满意。看哦，我给你们看一个有趣的东西。看哦，你这样往后看。只有一堆阿斗啊，两桌阿斗啊，还拢亚洲人逛啊。Not too much, not too much. Yeah, lovely. Thank you very much. 看看，哦，怎么这么可爱 ？And then if you try have the rest of them with the bucket pies. So, oh, have this fancy and then that. Yes. 我是觉得这种地方吃的是那种 experience， 真的。欸，它东西是真的很好吃，真的。法国啊，我们有吃完呢、啊。这里面什么你知道吗？各位，这里面叫做干贝啦。欸，你们不要看这个，真物件。好啊。你看这个东西，这个这一颗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么美，我用我的手吃吃看。嗯。哦。他叫你，他给你一片这个奇怪的面包，叫你包在一起吃，这样。哦，画龙蒙。你们看哦，这个是 weekdays 礼拜五哦，你看人这么多 ，Benelong 是不是很多人？满满的，不是开玩笑。我觉得这家很赚钱呢，他每一个人至少要250，最少。啊，你看那么多人。啊，你为了切几包哩啊？赶快，你也切几包，你那上面什么鬼啊？什么鬼？哇塞！你这。我跟你讲，它这个青菜啊 ，potato 啊，都超好吃的。这个 truffle 也是，你看它都切得很好，这样弄起来都很好，这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哦，看起来美败家，第一次。珍妮吃这个牛排的感想，快点，吃一口我们看看。啊，怎样？好不好吃啦？到底怎样？真的假吗？你看哦，现在我们吃到差不多3点了哈，人有没有超多，对不对？哇塞，我够贼人！来，我们来庆祝珍妮生日，她还送了一个小蛋糕给她。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等一下让我照一张，等一下。欸，你看这我的巧克力甜点，然后你看那个珍妮的那个 strawberry 那个，它其实写的都很无聊，但吃起来都爆好吃。欸，我现在它中间打开是这样。像这种餐厅，什么水啊、咖啡啊、drink 啊，什么都要另外一叫了。但是我必须说，它咖啡真的很好喝，赞哦！世界第一名，真的很赞。